我们先把鞭子升上去啊！完了，输！干！我为了等那个输出来啊！再给我多一次机会 ，Let's go, baby！你看他照我下，我半血没有。技能会变。拿闪电吧。自己记得提醒我，不然我就忘记了。嘿嘿，再发射多一个鞭子，我就有双鞭子就舒服一点。到时候我一直被他们咬，我难过。我只想来拿经验而已。CD 减少，我觉得我们先拿这一个好了。闪电会发出多一发闪电，哎。完了，走不回去。让我拿一下经验，不要这样啊！静下。基本上增加一个五。欠两杯水这么快乐的决定，为什么我会突然间欠两杯水？基本伤害增加一个十，我是我们的那个徽标。鞭子基本上增加五，然后还在一个范围增加一个十，啪！你们是想喝死我是不是？我不管，我全部总结为一杯。这边我们再拿 CD 吧， CD 减少一个8%。
好像是先不打。速度增加25%，然后范围增加10%。然后武器全部武器会发射多一个投射物，我不知道是今天。好，基本伤害增加一个5%，没有增加一个5%，对不起。哦，飞镖万岁！基本伤害增加一个5%，然后范围增加一个10%。有有有，目前是差不多。发射多一个飞镖。然后我们的投射物全部都会增加多一个。赞了。哦。飞镖好赞的，就是。OK， 我们先拿一只鸟，反正这样都还是要用它，为了我们的成绩。基本伤害增加一个10。12杯啦 ，Hello， 你是想灌死我是不是？会灌这种不好的吗 ？OK， 这边我们就先拿第一个，范围增加100，伤害增加多少来着？我就我忘记啊！8，为什么？这是差点被红包。有，我们全部拿30。不要每天来搞自爆好不好？请爱惜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的鞭子现在是 level 7，基本伤害增加一个5%，僵尸先不拿。只要你有心，肯定考得回去。
OK， 我们鞭子蛮冷的，该拿箱子了吧？呀呀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啊！Go。鞭子要 Hollow Heart 进化 ，Crossia Crower， 真假的？所以我们拿到了那个鸟儿。哦，还有条件是不是？进化还有条件。喂。所以我们要拿 Hollow Heart。Hollow Heart。这个有点毒，我在基本上走不出去耶。需要什么东西啊 ？Holy Holy Money！ I'm crazy。Holy Holy。OK， 掉那一个。别别别，自爆快别！很危险，现在危险。有鞭子，所以我们鞭子现在是哦，其实我还没有读好哎，鞭子的效果，算了，好难过。我现在需要肉肉。我再不找肉肉的话，我可能要死。别只会吸血，速速血。OK。吸血，别只暴击会吸血。哇，好帅哦！那我根本不用急着找肉肉的啊，我冲过去都可以。OK， 我们下 Prover， 然后我们的，呀，我看一下。OK， 我们的 Cross 应该可以升级。我要回去拿一个箱子，冲啊！既然可以吸血，我们就直接冲了，有没有？冲啊 ！Let's go, baby。他给我戒指，干！范围增加20，然后那个攻击增加一个，哎，没有，范围增加一个10%，剩下100%，然后我们的攻击增加一个20。我算是无以畏惧，再拿到一个小鸟。第一个更多书，箱子先等一下了，我还剩多一点等级好了。
多一花地雷。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会被秒杀，你就不会被秒杀。好，我们再升一下我们的运气好了，那我们的暴击可能就会比较高。我这种想法合理对吧？这边我们先拿刀，哎，他是 boss， 哎，你好，哎，你怎么死？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boss， 你知道吗？完了，我还缺什么遗物啊？等一下，我还缺什么遗物啊？动物有了嘛？这张 blender 是哪一个东西？我怎么忘记了？哎，那刀要升级换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刀。我们还有两个空间可以放，所以我们需要 branch 了。希望能找到野人。所以我们再讲这个，我们的叔叔啊，我刚好像忘记给我们讲效果。到了，谢谢。OK， 所以我们在拿 King Beaver， 在拿 Clover 好了。我们现在有三个箱子，我就可以开一个。Let's go, baby！ 不拿手套、哦。这是什么 ？Hammer Sword， 所以我们的那个 Cross 已经升级了哦。哎，它变成彩色刀哎、欸，哦，好酷哦！手套也要进化不是？我有点忘记。发现是冷面卡 ，Bracer 我们需要哦 ，Bracer 需要哎 ，Let's go baby。抱歉，还没注意到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叫做，哎，我没有地方放了哎，我没办法拿起那个什么，哦，等一下，我是刚才是不是接手过那个 boss？ 等一下，哇，好嚣张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注意到你是 boss， 对不起，狗没拉塞，我不是故意无视你的，好不好？我突然间看到我血量扣很多，我就知道是你了。你看，我是不是很棒？我很棒，对，我很赞。对不起啦，我完全没有注意，我直接从他身边经过。我看一下哦，所以我们小刀还没满，然后我们的书还没满，快，好吗？这不是膨胀，这只是没有看见。好，速度增加一个手套吧 ，Let's go baby。
觉得这个可以拿、欸。我们还有两个宝，我们还有一个箱子哎、欸。好，拿到了星星的话是增加我们的那个最大的 HP。他觉得我好飘白哦，怎么办？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所谓的那个装备刀，他会飞动一把刀出来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太嚣张了，对不起，我回个血哈。这怪开始有点痛了，对不起，我太嚣张了，都被他宰，不是他宰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漂白，这怪已经觉得啊，这人类有多嚣张，直接从我们这身边路过。我们再升起我们的刀好了，我们说这一场应该是没办法的，因为我少了一个道具，有点可惜。是我们的鞭子进化成，就是如果有暴击的时候，它会吸血。是挑战，挑战。好。增加它的几个范围。增加 CD。增加范围哦，你看那个范围，哎 ，boss 哎、欸，哎，我没有无视你了吧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，我来找你，你看我多棒，对不对？炮弹对不对？你不要跑啊！炮弹的麦罩，你试试看，不是我不敢。是真的话，我不敢。好，我们拿到我们的刀，刀好像还需要很多等，然后我们小鸟也还需要很多等，酷了，还需要很多时间。好，刀五等。发射多一把刀，我才又忘记讲这个。我现在有点太过嚣张了，我血扣好多。不是说上面有道具，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哎、欸，除了上一次。看到那本书以外，我就没看到这样的。它是很小几率会出现，还是说它会在刷新再出现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因为我还真没有什么看到。这条鬼有血可以吸，很好问题，我知道。哦，你好绿哦！你怎么绿？你太行，你能祝福我？
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你。话说那一次抱怪不要这样，你们抱我下来，我可能就要死了。好绿哦。这边我们先拿刀上去。鸟儿也要上去。我们拿到书，减少一个霸趴。我会在哪？好像就有玩这一场，好炫哦！那镰刀彩色，然后我们的那个飞刀也是彩色。没有看到有道具耶，飞刀，飞刀差一等。我靠！我靠！四面八方，四面八方。等一下，我没注意到，太嚣张了。所以鸟儿已经弃等了，然后我们边只升等了，然后我们刀也升等了。哦，所以它每个升等都要有不同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要刀跟我们的书，所以它这一个我们进化成斧头的话是需要。这一个东西，然后如果是我们的那个鞭子的话，需要 Hollow Heart 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这一个的话需要 Empty Tome，Empty Tome 是这一本书，减少八趴的书，然后我们的 Cross 要进化的话，我们需要幸运草，然后我们的火球进化的话是需要那个这一个，哎，小鸟也可以进化吗？还是我是没有发现到。然后如果是书的话需要 Spellbinder 是这一个，然后刀的话还是需要这一个手套，